喂，雷总啊，他办公室考虑要做生意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好，拜拜。喂，你好，雷总啊。哎，好好好好，票子三队的采访呢，给潘刚的后头我去。好，拜拜。客啊，这里。哦，没嘛，这样乱放鸡，你就等时喊我的，等时喊我，我放心。啊，哎，这样，拜拜。这只鬼妹，两位在街耍在街。做生意比较烦啊。王老师，是我被伤了啊。哎，花先生啊。啊。膝盖就骨哦，刚刚你伤哟，今天看我怕伤害不？哦。我紧张嘛，这种人阿毛，我也不会受伤害了。对啊，了解伤害了。坐下，好，拜拜。有伤了这个社会。你啊，搞完了我，哦，搞完了啊。哦，你啊，我这个老婆感情好啊，老早都随便吃饭闹的，还有路上嘛，我随便吃饭闹的啊。你一路冇打波解我，我六岁将结盟了。哦。喂嘛，下晡先睇球嘢猛啲哦。我点解叫人哋停落嚟一盘？爸爸，爸爸，你嗰只喺度做咗啲啊？好，哎，落嚟，落嚟，阿爹，拜拜。卡子啊，够甜啊！是啊是啊是啊，当主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怎能比这个人家好做啦？喂呐，长包的呀。我爱人家高度啊。那咋没干啊？啊，人家里。哦，人家嘛，你说的啊，叫我叫他叫那个。叫那个呀？哎呀，这个家。那么就该搞家。Yeah.